军队中最漂亮的十位军花，你认识哪几位？第一位，樱桃，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，现今43岁。第二位，刘涛，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，现今44岁。第三位，陈思思，出生于湖南常德，现今46岁。第四位，徐璐，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，现今28岁。第五位，阿兰，出生于四川省康定市，现今35岁。第六位，宋祖英，出生于湖南省，现今56岁。第七位，谭晶，出生于山西省侯马市，现今45岁。第八位，闫妮，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，现今51岁。第九位，牛莉，出生于北京，现今49岁。第十位，董洁，出生于辽宁市大连市，现今42岁。